星期天结束前的两个小时，还有部精彩电影《小小的美好》。被书本包围的期中考季节，还有窗外阳光相伴，小小的美好。离开乌云笼罩的办公室，有绚丽夕阳伴着回家，小小的美好。换个心情替自己打气，每一天小小的美好。小美冰淇淋 QQ 茶拿铁雪糕系列，日月潭阿萨姆红茶、日式抹茶清新上市。